很好啊，没有问题啊，而且都很顺利。那你有喝到奶茶吗？我有喝。你有喝奶茶？有吃烧烤吗？情人节上班很好啊，不然你要孤单一个人。对啊，是啊，算今天大家不错了，不然我很可怜。有大家一起过的感觉吗？对，大家一起看电影。因为去年我想票房公园，那现在票房也算是还不错。有没有大家已经开始准备要练健身啦、啊？然后准备穿？还没吧，还是冬天嘛。对啊，还好不是八月上，要不然就要穿很少。家里目标应该差，还有段距离，还有段距离，大家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健身。哦，我刚回台湾不久，对，在去工作这样子。除夕夜那一天有什么剧组？然后我们的厨师是中菜师傅，然后就特别帮我们弄了年夜饭这样子。对，虽然在纽西兰，对，感觉很好。很好啊，没有问题啊，而且都很顺利、啊。那你有喝到奶茶吗？我有喝，有奶茶，而且不像明明就有卖，为什么这他写错啦？他乱写，有卖，有啊，有卖，有吃烧烤吗？